玩的，我们要玩的也是一个数码宝贝游戏，它叫这个《怪兽起源守护者》。太一，太一，好可爱。走，什么意思？天赋技能解锁，战斗中可使用天赋强化数码兽能力。所以，我们讲天赋技能会自动恢复，大胆释放才不会浪费。虽然释放就是推荐。哦，它可以进化了。追击，看一下，那差在哪里？看一下，伤害。然后有不同的，有什么头牌？恶魔系。这样搞好了，释放。哎，这没有打到吗？哎、欸，我不是选进化吗？他不会打到吗？进化当第一个啊，这样不行。这是假的动哎、欸。哦，酷哦，释放，有了。所以我刚进化过，它其实不是真的进化，它是有个技能是进化，然后打它这样，它还是会退回。你看它退回来了。哦，